告格斯奇，格斯奇对我挺好的啊，我不想挺好的。小葛，我跟你说好的事，我不可能去违背我自己原则的，好吗？真的想要，你就把宝宝出生所有的事全部考虑周全。宝宝啊，如果有宝宝，那为什么张颖到现在都没大肚子呢？小飞就说啦，你别才和我分开一天就这样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，我会去医院打掉他。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很明了了吧，有没有结有没有怀孕啊，其实从这个讯息里面大家的可想而知，张颖当时跟汪小菲要什么条件才去堕胎的。据我所知啊，我当时收到爆料的时候，爆料的告诉我说，张颖和汪小菲要了550万的封口费，我准备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和一辆车。汪小菲马上说买，那张颖就说我自己的我自己买。后来结果那个我们的小菲就说行，对，这个说两套房打通就在我房子旁边，对。后来汪小菲就说买，老公给买，孝顺我丈母娘，都还没结婚就丈母娘哦。你那个时候的丈母娘是谁啊？是 S 妈呀，这是当时怀孕的一些对话啊、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就是上面是写汪小菲表示说什么呢？这个视频啊、哦，这个画面是截至于张颖颖的手机。你想的也不是成熟，现在如果你坚持要孩子的话，孩子啊，如果真的想要，你就把宝宝出生所有的事全部考虑周全。宝宝啊，如果有宝宝，那为什么张颖到现在都没大肚子呢？小飞就说啦，你别才和我分开一天就这样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，我会去医院打掉他。这就是当时张颖颖发给我们汪小菲的一个讯息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很明了了吧？有没有结有没有怀孕啊？其实从这个讯息里面，大家的可想而知。那就是要怀孕呢，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张颖肚子都没有大起来呢？张颖当时跟汪小菲要什么条件才去堕胎的？据我所知啊，我当时收到爆料的时候，爆料的告诉我说，张颖和汪小菲要了550万的封口费。张颖说了，我准备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和一辆车。汪小菲马上说买，那张颖就说我自己的我自己买。啊，上面就 po 了一个画面啊，后来结果那个我们的小菲就说行，对。这个说两套房打通就在我房子旁边，对。后来汪小菲就说买，老公给买，孝顺我丈母娘，都还没结婚就丈母娘哦。你那个时候的丈母娘是谁啊？是 S 妈呀。后来张颖当然就很淘气的跟他说，不想，我准备让姐姐看看房子，如果她说房子行，我就拿你的卡把贷款还了。结果
汪小菲没有先说行不行，他说那还不想啊，宝宝想怎样就怎样。哇哦，这甜蜜指数也太高了。